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开讲》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邱主。台湾在1949年5月19日颁布戒严令，到1987年7月15日解除。但实际上，戒严并无结束。无良的官员为了自身利益，穿着民主的外衣，继续用法税维权迫害人民，制造白色恐怖。考虑国家的进步，前立委柯建铭也公开讲，蔡英文总统讲转型正义，首先就是要把蔡英文案件变换，那无转型正义是零分。中正大学教授黄俊杰也指出，蔡英文案件是司法上的二二八事件，蔡英文主导所遭受的白色恐怖。情况完全甲二二八事件同款，因制造无事实的代志，陷害、掠人、非法起诉、恐吓、阁威胁、谩骂，甚至足侪人误作死亡。25年来，修正国家暴力的能力，救助无门，白色恐怖的毒瘤依然留伫个。看法律为本土的违法官员中，蔡英文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呢？说下来，咱来看一段影片，大家就会当更加了解。古代有六月成雪来代表今天害人的冤情。21世纪一桩无罪无税的案件，经过刑事法院三审确定，在当事人获得国家冤狱赔偿之后，还被万年税单纠缠了20几年。这桩被专家学者称为法税228的太极门冤案，揭露了台湾法税的暗黑面，而过程竟是斑斑血泪。此案从一开始遭到检察官侯宽仁违法滥诉，而国税局又仅凭起诉书就对太极门科税。经过漫长10年7个月的司法审理，最终获得无罪无税的判决，白纸黑字彻头彻尾的冤屈。而起诉此案的检察官侯宽仁，执法手段和操守经监察院认定犯有8项重大违失，还函请法务部从严就责一处。在监察院91年的调查报告里面，已经确定了侯宽仁这一份起诉书是一个不符证据法则的违法起诉书。那监察院的调查报告里面说到，这个侯宽仁在调查太极门案件的时候是有8大缺失。在这个调查报告里面提到说，起诉书呢跟证据资料是存在着严重的汉格跟矛盾，不符所谓的证据法则，这是属于不应该起诉的案件。所以说这应该是一份致死无效的起诉书。司法的这个公平正义能够再被唤起，我们也希望对于违法滥权的检察官呢，不仅要淘汰，而且应该要受到应有的惩戒。要自由，要人权，太极门无罪。但是司法判决竟然被税吏这样践踏。我们会把案子退回台北市国税局，严查的单位是台北市国税局。只要他还的不算数的，还的不算数的，还的不算数的。法院的不算数。面对国家机器，太极门20多年来行使救济的权利。在行政法院以及财政部诉愿会已经18次胜诉，国税局依然我行我素。国税局的行径不止引起民怨，官方更多次打脸，直指错处。监察院更认定国税局有7项重大违法，隶属台北市国术会、中华武术总会、中华气功协会会员的太极门被认定是补习班，既是礼不是赠与。对此，教育部和中华武术总会这么说。我们还是要强调，就是太极门呢，的确确的不是补习班。谢谢。中华武术协会、气功协会还有台北市国术会，在92年10月间也曾经发函公开声明，本会所属的团体会员从没有因为弟子赠与敬师礼而被税捐机关课征税捐的事情。国税局这一次这个事件呢，对太极门科税。已经严重的侮辱到全国的气功、武术、传统国术的团体，耗费国家社会成本，造成人民痛苦。在行政法院以及财政部诉愿会已经18次胜诉的太极门，却被台中高等行政法院驳回告诉，
而理由竟然是法官看过的证据会忘记。区国税局是委托北台北国税局办查，那台北国税局其实已经在重核复查决定中已经载明了是赠与，那你们为什么没有看到呢？为什么这连台北国税局都承认是赠与？他们的重核复查决定的公文书中哦，已经正式说蔡启蒙不是补习班，蔡启蒙不是学费，是赠与了。不晓得是审判长没有看到。还是怎么样？就是你刚刚是说随便看了一下，那可能是没有仔细看到。不不，是看了啊，看了，只是说现在因为年纪大了啊，看了有时候看了会，有时候也会很快就忘掉，也会很快就忘掉，也会很快就忘掉。那最高法院又是法院的终审法院，所以最高法院已经驳回了这个最高等。行政法院的一个判决，我觉得其实这部分应该很清楚了。那如果高等行政法院在做枉法判决，我觉得其实最高行政法院应该很清楚了，就光凭这个107年判字第422号就应该直接判这个驳回高等行政法院一些不合法的一个判决了。太极门弟子不得不走上街头抗议税制如同法治黑洞。人民与法税之恶的距离究竟有多长？几年来欠税欠费被强制执行的案件年年攀升，尤其是久悬不决的冤案，为人民生活带来的正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口号不能当饭吃，事实远胜于雄辩。20几年来政党轮替，人民饱尝冷暖，却苦等不到青天。除恶制、改恶法已经是全民运动，也是抵挡不了的风潮。这真是一件重大的人权迫害事件啊！大家拢讲，大家幸福是世间难得，阿公婆甲囡仔的斗阵嘛是真重要。但是，祖祖全家三代斗阵伫太极门修身养性，甲师傅学着智慧。身体变健康，会用互相体谅，家庭幸福美满。安尼个好所在，25年来一直遭受税务个迫害，而且伫个1809年8月1号，国税局违法拍卖没收道场修行一定地，互因个人权遭受着严重个侵害。出来，咱来听祖祖个心声。大家好，我是祖祖。阮全家三代拢伫太极门练气功，大家今年已经要80岁啊，练气功嘛将近30年啊，有几落摆意外受伤，拢因为长期伫太极门练气功的关系，恢复足紧的，真正足神奇的。阮阿婆嘛因为伫太极门练气功，互相知影修改家己，看见对方的优点。互相体谅，家庭才会美满幸福。两个囡仔在好的环境中学习成长，学习足侪好的物件。师父的引导、信教，互我带这两个囡仔真正足轻松的。足感谢师兄师姐，感恩师父。我伫太极门内底，除了练身体健康以外，还有甲师父学习人生的智慧，学习做人处事的道理，学习是非分清，了解生命的价值甲意义。太极门是古老气功武术修行门派，师父带弟子伫全世界推动爱甲和平，发起良心时代运动。全世界惊透透，101个国家，300多个城市，拢是师兄师姐家己请假、家己出钱，为着要让这个世界更加好。安尼为着国家、为着社会好的民间团体，煞伫1985年12月19号，遭受到侯宽林检察官以宗教扫黑的名义。制造假税单，制造假税案，违法滥权起诉，
书籍、法文给阮，要爱阮全台湾每一个会馆，甲阮断水、断电，要甲阮抄家灭门。一方面讲阮是违法所得，爱没收；一方面佫讲阮是补习班，制造假的税单，要要求国税局扣税。一手掠天的违法行为，实在予人感觉足无体的。虽然伫民国1996年7月13号，法院判决确定太极门无罪无税的问题，嘛承认地主包予师傅的红包是政府。当初押去关的师兄师姐是无辜的，政府嘛有赔偿。伫民国108年，国税局嘛甲民国80年、82年到85年这5个年度的税单拢归零，唯独留81年度假的税单，阁同款甲阮强行扣税。81年税案的判决，是因为国税局暗藏证据，和高等法院做出错误的判决。行政执行署为着要贪领绩效奖励金，做出违背良心的代志。伫民国109年8月21号，国税局加执行署的官员违法强搞阮师傅的土地拍卖，收归国有。太极门是真心爱这个国家的，啊，毋过政府违法官员却严重来迫害太极门，予阮遭受着严重的人权侵害。假使讲阮若点点接受，就会永远面对国税局讲着准算。那安尼国税局的阿爸行为，百姓是无法度接受的。唯有人民的声音搁较大声，政府才会重视。面对侵害百姓的部分，进行改革。咱的国家，咱来做阵来守护。你想看卖，这么大的团体，拢遭受着不公不义、无公平的对待。那安尼，一般的受灾害的百姓是安怎解救家己嘞？我呼吁政府马上撤销违法的税单，幸好阮一个清净的修行圣地，感谢大家。2020年，台湾和经济学家讲是亚洲民族顶塔，台湾伫个全球民族的指数排名11名，但是真可惜的是，就伫个近一年，政府利用扣税手段迫害人民宗教信仰自由的人权事件。国税局加行政执行署用假税单强夺太极门的修行道场一定地，真侪人全家拢是太极门弟子，因为练功身体变健康，家庭气氛变得真好，所以太极门受到税法的迫害，伊嘛要讲出心声。大家好，我是阿环，我自细汉身体就无好。也来去看医生，注射、加油啊！虽然我的爸爸妈妈就过来甲我补的，我嘛会去收水、拍球、做运动。啊，不过大概运动完，我都规个人虚咧咧，爱休困足久才有元气。人嘛是同款，乌打散，无开勇行。考掉大学以后，我的脚底、脚头夫、肩头的关节开始三不五时就肿起来，痛到影响到平常时的生活。因为胃肠嘛无解好，唔敢食伤济西药，关在阳台安尼一直困扰着我。民国81年，我食中药食到开始有胃酸啊，唔知咩啊啦好诶时阵，拄好有机缘来太极门拜师练功，我才了解讲我身体诶病痛，甲我脾气无好有足大诶关系。伫个逐工练功甲听师傅诶话，开始改脾气了。我的关节渐渐无遐痛，痛的时间嘛缩短啊。即马我的筋骨比少年的时阵搁较软 Q 哦。本来拢笑袂出来，我嘛开始会笑啊。伫太极门，我唔呐得到健康甲快乐，搁找到人生的意义。原来人生就是爱修行，
甲无好诶拢改也好。我真感恩我诶师傅，嘛就爱去塔吉蒙甲孙兄师姐开讲分享。想要到我拜师诶时阵，照鼓励包好师傅诶敬师礼，竟然会互师傅师表受到天大诶委屈。85年12月19日，侯宽仁检察官带着媒体甲一堆人，闯入去阮诶道馆乱敲乱并。伊找无证据之下，竟然用诈欺走漏税，持小鬼起诉我的师父师母，佮伊予国税局开单扣税。照讲国税局应该先做调查，嘛爱等刑事法院判决出来才佮处理。啊，毋过国税局查拢无查，嘛无等刑事法院的判决，就照侯宽仁的起诉书开出6个年度的违法税单。96年7月13日，最高法院判决确定太监们无罪无欠税，敬师礼是政务，是免税所得，去用违法关押的师父师母甲师兄师姐，拢得到国家援助赔偿，证明太监们案自开始就是一个冤案，起诉书写的拢是假，是骗人的。照理讲，国税局就应该撤销所有的违法税单。啊，毋过违法税单煞一直开，一直开出来。去年甚至甲行政执行署做伙违法拍卖太极门的土地，拍卖无成就没收变国家的，这敢有天理？为太极门案会使看到台湾法税制度足侪无合理、无合法的所在。其实除了太极门，台湾还阁有足侪可怜的税灾户。去予违法的税单逼到走投无路，甚至家破人亡。99年，我第一届徛伫总统府头前的开道，为台湾的赋税人权发声，嘛开始伫大路口做法税改革的宣导，希望更加侪人了解台湾法税问题，做伙来要求政府改革。蔡总统就任的时阵有讲，政府若第一届无听到，你会使较大声谈过。第二届阁无听到，你会使阁较大声淡薄。第三届阁无甲你应的时阵，你会使拍倒啊。阮伫咧开刀已经花10几年啊，敢讲拢无够大声吗？一定爱阮转倒转伊才听会到吗？真心毋忙政府会当彻底改革台湾的法税制度，莫阁有人受到甲阮同款的苦。希望官员知影毋对就爱改，主动撤销所有违法的税单，把太监们的修行圣地献给阮，结束这25年来的人权迫害，让台湾会使做一个正港、自由、民主、法治、有人权的好所在。大家人拢会使谈这块土地，快乐自在的生活。多谢。大家好，我是太监们的地主，联盟拜师练功，到即卖已经28年。在这呢，我学习到吼。经理甲正义，师父呢教阮遮地主哦，大家落来吼，真心善待修养家己，啊落来吼，甲遮爱吼散播去哦，世间的人哦，要有广大心，所以呢，落来还要身体力行哦，一骹步一骹印去做。太极门呢是一个古老气功武术修行的门派。师徒呢，同心行遍全世界各地，弘扬呢爱甲和平，子歌扬善，为国家呢做真侪亲身国民的外交，和各界人呢真尊崇呢甲赞扬。太极门事件呢，起因在民国85年，和迄个当初做啥物司法南坡的侯宽仁检察官呐吼，滥权起诉。敢侦办阮太极门，事后证明呢，就是非法的。伊制造一挂无实在的起诉书，和这个国税局呢当作呢非法扣税。到即卖已经25年哦，但是呢，拢无一个完全哦平反。这个案件呢，去予外国的宗教界、法学界的人士呢，真重视哦。讲这是人权侵害的事件哦，是台湾的建设，搁予台湾的民主顶头砍一顶安尼乌乌，
高高的音乐。台湾二二八事件呢，74年周年，总统蔡英文讲，必须呢要老实面对这个历史，啊，搁呢充分呢要保障这个人权甲人性的尊严。上重要的是要会记得这个教训，袂使搁再发生了。但是呢，即摆的民主台湾，同款是哦，存着古早的迄个白色恐怖。甲维权的余孽啦，这就是哦，咱台湾人哦，生活伫遮吼，上悲哀回忆。执政者呢，即马呢，声声句句都要转型正义，甲司法的改革。但是太监门的事件呢，去予学者呢，讲是法税228的事件。25年来，太监门的书道。去予遮个少数的不良的官员呢，安尼迫害佮霸凌，佮怎啊？财政部佮税局无佮一个官员呢，为着政府的行政政策错误道歉，也是负责，啊，也是改进。颠倒呢，变本加厉哦，来甲阮太监门呢。在109年8月21日，迄天呢，甲阮甲行政执行署呢联合违法来拍卖，阁收归国有，安尼呢霸占民宅啊，强抢家火啊，即款的官僚啊，绑架政府的，阁迫害人民，要废除违法的税务奖金呢，因为这是呢班恶的由来。太监门的冤错假案呢，是政治哦，政治的牺牲者，这是一场的人权迫害、文化的浩劫，对全国的人民呢，甲子孙后代呢，拢有真深远的影响。当前呢，世界各国呢，拢咧极力咧保存咱的因的文化，所以呢，平反1219的冤案哦。意义足重大，执政者呢，应该爱呢面对这个历史的错误，爱勇敢哦，平反太极门的假案，安尼呢，这个民主的法治才会稳固，落实法税改革，人民才会哦安居乐业。太极门书道呢，虽然被这司法人权迫害25年。但是呢，同款坚持本心，推动爱甲和平的力量，走遍全世界，散播呢这个、良善的种子，顶天立地也坚持做对的代志。为了这个赋税人权的改革，甲宗教信仰自由，继续努力，期待这个政府呢，要彻底平反冤案，所有的法税受灾户呢，拢爱。获得的公正合法的保障，还这个老百姓的名誉和尊严，落实良心良政，用公理和正义呢，奉派咱这片土地，给台湾希望。大家好，我是住伫德国海吉堡的阿芬，我伫德国做推广台湾音乐演出的工作。天天做个老官，让人嫌个老烂，心内恶作，无人知。久长下来，也影响着身体健康。自从我入来太极门练功夫了后，学习性命双修，毋是干来身体健康得到改善，灵性的程度嘛有真大的进步。我学着心爱定、心爱静的功夫，去面对压力甲批评，透过修行改脾气，心平气和去避免受罪。会当做太极门师傅红道主法师的弟子，心内是真正的感恩。也毋过，咱遮尔好的团体，却无缘无故受到恶。官的创空，非违法的税单，甚至甲咱修行的性地拍袂掉了，实在有够可恶。
台湾有上善良的百姓，却因为少数无良的官员，打败咱国家，予人的好印象。我一只要呼吁咱的官员早日良心觉醒，予台湾变成真正有公平正义、有自由人权的美丽国家。多谢。台湾是民主自由的国家，人民应该享有宗教信仰和人权。太监门案受到国际的关心注意，一直在国内外实体和网络各种的论坛活动热烈的讨论。今年2021年在美国华府举办的国际宗教自由高峰会 IRF，各国的人都非常的惊吓，台湾竟然发生太监门案。在短短17天内，就有200多个网络媒体平台在报道太监门案。接下来，咱来看一段国际人权学者对太监门的声援。Taiwan is nowadays one of the great democracies in the world. So how can we understand that after 14 years?A few bureaucrats are still able to harass and persecute a peaceful and honest movement that has proven its good faith in court for the last 25 years. How can we understand that less than a year ago, Taiji men saw their land and properties auctioned and confiscated by the state? Well, no country is perfect, but the problem is thatWhen it's a so-called democratic country which starts erring on the wrong side of the tracks, when injustice occurs in a place that is supposed to be one of the good places of the world, the effect may be worse than when it occurs in an already totalitarian country. Why? Because it lowers the very standardof democracy for the entire world. It sends the message that injustice would not matter, that wherever you are, bad guys can win over good guys, and that there is no accountability in this world. A system where dishonest civil servants are allowed to continue to abuse their power without being stopped,and without effective accountability needs reform. In the Tangimen case, the authority of control has found gross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by the authorities for the wrongful handling of the case. That is already a good thing, but it has not stopped the fanatics who were at the origin of all attacks against the Tangimen. It has not put a final period to the case, because what matters to Taiji Men Dizi is not the property per se. What matters the most is their right to practice their spirituality freely without being harassed, the right to teach their spirituality freely without being harassed, the possibility to spread goodness around without undue interference.And without undue burdens. I make the wish that the Taiji men finally see the end of the persecution and recover its properties and land. And I make the wish that justice prevails once for all in the Taiji men case, so that all of the Dizi can now concentrate on their spiritual mission and practice without interference for the greatest good.太监门案是台湾的人权指标案件，政府未使闪避。监察院已经照这款调查太监门案，认为此案已经造成侵害人权，都必须要按照国家的人权委员会组织法进行后续的处理和救济。长期以来，大家真正拢受服赋税人权，这不是财产权利益。太监门的修行道中一定地防违法的打骂，关系到两公约保障的文化、信仰、宗教自由权，这是重要的人权核心价值。希望政府会用尽早处理。蔡总统，
希望你改正历史的错误，向太极门请别，也爱向太极门修行道场一长地，安尼台湾的人民才会用安居乐业，台湾民主法治才有向前行的希望。多谢大家的观赏。